我们中国上古时期也是有轮回之说的，不仅仅是佛教传来之后才说这桩事情的。轮回之说，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是永恒的，是超时空的。佛教不是创造了这个真理，它是发现了这个真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去发现。我们中国的上古圣人也发现了，而且在现实的例子当中很多。那就下面所引证的是中国的史籍里面所记载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些历史都称为信史，就值得相信的历史，正史啊。中国的史观是追求那种历史事实的这种真实性呢，是高于他的生命的。中国的那些史官，历史上史官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记载历史，如要他记虚假的历史，他不会去记的，宁可砍头，他也要记真实的历史，他是可以前仆后继的，啊，所以我们中国的这部历史24史，啊，这个从这个孔子对春秋的整理之后。中国的25史，它是每句每句都是真实的，啊，所以就根据这些可相信的史实谈这些问题啊。第一个是谈到这个遗训对这个稷啊，就是治大水没有成功的这个稷滚，把这个朱砂这个滚。这个滚就变成了三角鳖啊，三足鳖啊，这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卫康叔，就是谢孟在襄公的妾。卫康叔是什么时代人呢？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啊，这个周公平叛这个后来的那个就纣王就是殷的后代，他要反叛这个周朝，所以就平叛之后，把殷帝的分封给康叔，建立魏国，就叫魏康叔。魏康叔呢，这个他在几百年之后，就在这个襄公的妾，襄公妾怀孕了，怀孕了，他梦中说我叫康叔啊，魏康叔。如果你生了个小孩，希望你起名叫元。啊，这个妾呢，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魏康叔的名字啊，所以他就醒过来，觉得这个梦很奇怪，就问孔成子。孔成子一听，哦，魏康叔是魏国的先祖啊，就是他投胎过来的啊，投胎过来以后就取名叫元，以后做了这个国君了，也做了国君啊，这就是托梦过来的一个事情。再就是齐襄公见彭生变成了猪来报仇的啊。第四个就是杜伯被这种周宣王杀了之后，他自己临死的时候就发愿。啊，如果死了没有神识也就罢了，如果有的话，我3年之内一定让你知道你错杀了我。结果果然3年当中，就是在这个周宣王打猎的时候，他就出现啊，骑着白马，拿着红色的弓箭，射杀了周宣王。啊，这只出在《左传》里面，都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这是非常有可信度的啊。再就是这个
晋朝的傅突遇到莘莘太子，莘莘已经自杀了，他遇到了他，这就是遇到鬼了，啊，再就是老人报，就是那个老人接朝报未科之恩，啊。那么从这些记载，我们先谈咱这个已经讲过了的，就说明夏商周三代，他们的记载的史籍里面，都相信有鬼神，而这些鬼神还具有赏贤罚暴的功能，啊，对于那些邪恶的力量，他能够以鬼的形式去报复。对于有恩德的啊，这怨鬼报仇啊，像杜伯就是怨鬼报仇了，包括这个盆身变成猪的情况，啊，还也有报恩的，这个那个妇女的老父亲啊来报恩的，啊，那么这个观念对于我们上古中国人的道德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哦，原来幽冥的这个鬼神能够对邪恶进行惩处，对道德进行赏罚报恩，哎，他就不敢去造恶了。啊，这个对官员来说，他也不敢不廉洁了，啊，他也不敢去。拿着他的权力为自己的私利去啊谋取作为工具啊谋取自己的私利了，就是那些帝王将相也不肯靠着自己的在世间的强大的势力去压迫啊一些弱小的人了，因为弱小的人他会报仇的，他世间可能报不了，他变成鬼魂来报你呀，啊，同时对一般的老百姓，他啊看到这个阴间有报应，他也不敢去胡作非为呀，也不敢去建立黑社会呀，啊，动不动就把人干掉啊，干掉以后人家要干掉你呀，他有报的，所以他就会当下就终止。如果没有后世的这种恐惧观念，那我建立搞个黑社会，我怕什么呀？啊，这个企业我也想把你占了，你给我让开，不让开把你这个老板都干掉，我来当老板。那谁都这样干，那这个社会，一个人之邦国可就不成了一个动物园吗？动物世界它就是弱肉强食啊，谁厉害谁当老大呀？啊，动物它不相信这个因果呀，所以它就敢这样干呢。但人不能这样啊，不能以强暴作为他的行为的准则呀，啊，以后的人类的文明道德就越来越低下，他就以强暴作为准则，就会演变为什么呢？刀兵劫嘛，刀兵劫呀，人见人都起杀心的，以这一念的杀心，拿起一根草都是匕首啊，都是剑呐，利剑呐。那杀来杀去，人全部杀光了，所以没有一个道德的一种建立。这个人又有他的能力啊，又有他的想法，又有很大的欲望。那人，那就像沙特的存在主义说的，人和他人就是地狱啊！啊，那刀兵劫可不是他人就是地狱，见到任何人都是地狱啊！所以，这种鬼神之说，不得不去尊重，不去明显，啊，这不是迷信啊！上古时候的中国人都相信有鬼神了，啊，那么实际上啊，西方文化他也相信这一点呢。你看看这个啊，圣经里面他也有啊，一个人啊，被很多恶鬼纠缠，都发疯了。这个基督啊，基督就去
赶鬼啊，赶鬼这个鬼就从人上驱赶了，又到了匹马上，这个马也疯了。哎，他也谈这个问题啊，柏拉图的学说也相信轮回呀，啊，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共有的文化的一种东西，啊，我们不要以一种很短小的观念去破斥它，啊。